合唱团将于本周六10月26日举办一场公益音乐会，许多怀旧老歌以混声合唱的方式重新编曲演绎，并多元呈现，部分曲目结合戏曲表演、钢琴、国乐，更特别的是以网络广播 Podcast 的形式进行串场主持。很开心，我们已经连续第19年获选杰出演艺团队。明年我们合唱团要满50岁了，我们就从那个青年团唱到现在，已经是乐龄团了。也因为是乐龄团，我们预早为自己做了准备。今年的日照心中拥抱爱，就是希望为我们的老后做一点准备。在善终之前，可不可以先善生，好好的快乐活着？所以这次的演出，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次把广播的网络 podcast 搬到荧幕上来串场。然后这个串场里头介绍了很多关于长照的议题，还有怎么样支持照顾者，让他们在照顾路途上不要太悲伤、太难受、太煎熬，可以找到一个日光大道，让自己有一个明亮的未来。那这次我们还和这个基隆市社会处做了合作，所以杨玉新处长也很希望可以让在机构照顾的这些住民朋友们，他们能够有一些欣赏音乐的机会，然后也可以听到一些好的表演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到仁爱之家去做了演出。那今天这场演出10月26号就在表艺中心的演艺厅，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朋友，其中非常重要就是许许多多都是照顾者，所以我们希望在这场演出当中带着大家走进时光隧道，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唱过的一些卡通歌曲，透过我们的指挥老师卢志清老师的诠释，还有我们的伴奏王宏林老师的编曲，相信会给大家一个丰盛的音乐飨宴。公益音乐会演唱充满童趣的卡通歌曲及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，欢迎大家周末10月26日一同来参加这场富有意义的音乐盛会。记者张志佳、徐玉龙、基隆采访报道。